啊，系啊 ，Cat。Cat 点啊？系啊，我同男朋友有啲问题。情人当然爱情人。咁我同佢拍咗拖四年啦，我哋呢四年都 OK， 咁大家都好紧张，大家咁，咁同埋每一晚都会出去食饭嘅。系。系啦。共你逼得太近，你间中想一个人，跟你做应该要如远若近。咁今年年头嘅时候啦，咁佢就出咗两个月公干。我因为一场误会咧，嗌咗一场好大嘅交，即系到最后早一个礼拜到啦，咁之后佢直情搵到即系 SMS。咁然之後我就同佢講，我話我覺得有啲問題，咁可唔可以改下？即係大家傾下咧。之後佢就話佢就話想停一停。咁然之後我就話咁不如大家冷靜一個月啦。咁佢諗都唔諗咗我好啦。咁就收先啦。你覺得佢答案係咩？冇啦，冷靜一個星期啦，同你bargain咁。點知一個月唔使同我deal喎。如我之錯。因为佢个工作 nature 咧系好即系好长嘅，佢做金融嗰啲啦。咁就佢喺上海，即系佢之前去咗公干嗰两个月啦。就每一日都系朝头早9点做到凌晨4点，瞓5个钟头，就星期一至日都系咁样做。咁佢翻到嚟香港之后咧，其实都系慢慢做到12点，即系 office 做到12点咁先翻屋企嘅。咁佢我 spot 到佢對我冷淡嘅時候，我係有問過佢，我話你個做咩啊？做咩好似好攰咁？佢係我真係好攰啊！我乜都點解你要喺我工作上有問題嘅時候，要喺度搶我咧咁？是我為你早戀上人，成為一生的貴人，不再值得一吻和你未曾。你的故事这样听呢，我觉得你应该放松一点，即是太逼得太紧紧哦紧哦，踢过你是吧carry 的手人家讲身材的你真的mental 来逼人哋如我之错其实你觉得他现在不是想分开的，他没有说到是，我也不知道，他可能是都不定，不过你现在开了个盘，就是大家停一个月的，就停一个月咯。如我之初，请亲我像最初，再苦都快乐过。可能人家都会还有得掹，但是现在他因为觉得我对他不好，所以会不会掹的机会是很低。你咪就係继续諗得太多，逼得太紧，扯得太行囉。